此时航天员的动作呢，就是控制飞船向目标飞行器的前进速度，这个速度呢大约控制在0.5以内。目前相对距离75米，相对的速度大概每秒是0.3到0.4米。长程报告，申请发送 K-335 激光雷达切近场。 航天员所能看到的画面就是在整个画面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画面。目标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环形和基准的十字靶标对起来。北京明白。目前两飞行器距离相对比较远，那个最后对接的标志物呢尚不能看清。航天员此时呢就通过目标飞行器身上的一些特征点，比如说帆板，比如说这个对接机构的位置，来判断相对距离和相对姿态。 在这么远的距离下呢，就可以。35米，现在调光停止，准备发出。北京明白。刚才呢，咱们的动量也做了一个手动调光。我们看到画面当中神舟九号出现喷气的这个状况，其实就是航天员手控的一个结果。咱们航天员手控的是手柄，但实际上执行机构是船上的发动机。20米，现在距离只有20米了，但是我们从画面当中看到，似乎那个圆环和十字标尺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。这个，在这个距离内，航天员足够有时间调过来。 大家看到屏幕上显示载字控，这个字控指的是调光的字控，但是此时航天员是手控对接。15米，我们看到这个小圆环和小十字标现在非常的接近中间的十字标靶。航天员最终要把那个圆盘的中心、十字架的中心和咱们标尺的中心要尽量。 重合，这是他们那个最终的终极目标，但是实际上呢，还有10米，这过程比较稳。9、8、7米。此时此刻，航天员应该能感受到。 扑面而来的一个航天器的视觉感受，也是心理压力最大的一段。5米，4米，86号到，非常好，明白。3米，86号黄河方向 T 卡296准备完毕。好的，对的非常准。好，两个十字几乎重合在了一起。明白。1米。 成了。神舟九号报告，长城报告对接完成。神舟九号。他把门再往前推开。对对。这个抓一下这个助力机构。 好，现在看到刘洋也进入到了天宫一号。对。那么我们的三位航天员呢，现在已经在天宫一号汇合了。对。控制大厅再一次响起了掌声。请注意，三名航天员均左转对准镜头，挥手致意。这将是我们在太空当中在天宫一号里头的首张航天员全家福。